今天是10月22号早上，星期二。生完孩子就来去我的新店，然后你看这是 Baldwin 这个 Duarte 这个路口，然后过了之后，在左边哎就看到了左下角那个白色的那个corner 那个哎就这个就是我们的新店啦。如果对 Arcadia 比较熟悉的，你看这个八八牛肉面就在它的后面啊，然后我们再靠路边 Arcadia 这条街也比较方便啊。啊，我是星期天前天拿到这个钥匙的，然后今天来这里呢，要装一下网络，然后大概的看一下我今天要做些什么事情，然后大概先弄一下，主要就是要刷这面墙刷一下，然后这些都能用，所以我就不只要清洁就好了。然后这边的话也都是基本能用，我会大概会啊这样隔一下，这是一段可以作为放材料啊和做设计之类的。然后柜台的话大概会放在这个位置，彩票的柜台放在这，然后打包的柜台放在这，到这，然后这里可以排队过来这边处理，然后有这么宽，我们在这里面大概有这么宽的位置。然后呢，就接着就是进去这里面，这里面有一个蛮大的一个空间。这个空间的话，我会刷一下这个墙，把它刷成深灰色，这样的话我可以做拍摄 audition。大概也会划分至少两个区域吧，可能我在这里面会留一块放材料，然后这边可以拍摄 audition 啊、采访啊、拍照啊，然后这边可以做乐队，放乐器那个鼓啊，可以玩玩。这边我看看可以放一排沙发，这边可以休息，然后这边里面的墙和外面的墙，这面墙刷好之后那就 OK 了，我东西就可以陆续的搬进来。然后电的话要检查一下电，灯啊基本都可以，就是插座少了，然后要装一下插座，然后就是洗手间应该有没啥问题，检查一下，清洁一下就可以使用了。好，今天我们就等那个上面装完网的话就可以今天先回去店那边店里，所以我大概是这个星期弄好，然后下个星期搬过来就开始了。缺少这个插座嘛，我发现了一些，你看这里面有插座，但是它被盖住了，不好用了。这地上也有一个，这有一个，不知道能不能用。然后这个地板都是有坏掉的地板，这个踢脚线都没有。踢脚线都没有了，这地方要不要留我们了？那个 Spectrum 安装网络的车已经来了，已经来了。Good morning. Hi, how are you?
做低音 around here， 嗯，对，这样就 cover both sides， front and back， 因为你的 WiFi 的这个店因为太久没有租出去了，然后这个后门的话就特别脏，然后上面漏雨漏到这边，然后很多树叶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全积在这个门口，然后这个地上这个木头也这个木地板也坏了，就还得修一修，然后你看这些都是裂开了，就是基本上打扫了一下，那个桌子也移了一下，我把这个桌子从这里移到了这里，然后那个装网络的好像他要从这些外面楼顶上穿过来，要花点时间，所以我现在赶紧先回去那个旧的店里面，正在要收货呢，我要过去帮一下忙。因为想尽快的把那个店弄好，然后尽早的搬过去，因为也只剩下到11月1号也剩下10天的时间，所以的话就今天就跑来跑去跑了好多趟，刚刚回去店里做了几个单收货，然后现在又要跑过来这边，那个宽带要装好了，我要过来就是他可能要交代验收一下。又去那个 7-Eleven 买了一些电池，那个电话没有电池了，这个网络加电话的固定电话没有电池了。这边在修路 Arcadia 这一整个 Baldwin 这边 Baldwin Avenue 都在修路，希望到时候修好了会更好。我们的店就在这里，这边的话有奶茶店啊，珠宝店、眼镜店、 Donut 啊，好像是韩式的 Donut， 上个礼拜天还吃了卤味居啊，这还有个 SPA 啊，这 Sushi Salon 啊，什么这个 Cake， 这个是什么松体 Barbecue 韩式的吗？然后洗衣店，然后一个酒吧，还有发型服装，就到我们这里面。那个 WiFi 和电话都装好了，我现在又要再过去买油漆，然后在店里面那边再看一下，然后再过来。这是我好像第4次来回了，今天Home Depot 买了东西，然后又去别的地方买了一些别的东西，待会就开始可以刷墙了。油漆，刷墙的涂料，垃圾桶，还有打磨的刷子。今天我已经把一个这种立式牌和这里放了一个牌在这里。这样的话表示如果有一些邻居经过这边的话，他会知道我这边大概是做什么。我晚些我会再迟一些我还会做一个牌子写一下，就是说原来什么什么店在哪里搬到这里，大概让大家知道即将 coming soon 这样的一个牌。然后现在的话就是刷这个打磨一下这个墙，然后晚一点就开始刷了，可能要到晚上开始刷，有可能，因为现在也手机快没电了。
只刷了这么一点点，只刷了这面，还没有完整。还有你看，这还有一些不是很好的地方。然后刚刚没电了，没电了，所以就也没拍到刚才那个黄昏转黑的这个。本来以为那个岩石拍起来可能很好看的，但没拍到。今天的话估计我就差不多刷到这就好了，明天再继续刷这个墙不容易啊，好累啊。